兄弟们，王者今天更新，这次更新有新皮肤上线，还有一款史诗皮肤返场，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公孙离的新皮肤记忆之心上架，这次新皮肤采用了机械体的设计，特效整体以科幻视觉包装，以偏线性结构的科技纹理表现为主。不得不说，伞的特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。这款皮肤为非限定的传说皮肤，将于四月二十二日上架。 首周一千三百五十点券结束后一千六百八十八点券。说完新皮肤，接着来说说返场的皮肤。四月二十二日到四月二十八日，庄周的云端筑梦师限时返场，返场价格八百八十八点券。当然，在首 Q、鹅毛市集或者微信游市集的返场时间会提前两天。这次返场之后，云端筑梦师将不再以直售的方式出现，这种过度的饥饿营销策略已经失去了吸引力。 那些真正想要购买的玩家早已经买了，而那些不感兴趣的玩家，即使是直售返场也不会购买。如果未来的限定皮肤都只能通过抽奖获得，那么购买皮肤的人可能只会更少。那么大家对于这周更新后会上线的新皮肤和返场的皮肤如何看呢？